再不来，无言独坐放眼尘世外，人在醉鲜花虽会凋谢，但会再开，一生所爱隐约才把门假如邪魔外道把你的宝剑拔出来，我们仙界岂不是成为笑柄？神仙也好，妖怪也好，剑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能拔得出。就算他是妖怪，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。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谢谢，一生所爱送给大家。谢谢我们八八六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八八六。小鹿，你的一生所爱就是谁啊？我的意中人呢，会骑着七彩祥云来救我的。啊，目前还没有看到啊。那个，我在等待那个骑着七彩祥云的人哦。谢谢所有给小鹿一起送小星星的家人们，谢谢。好想看你跳阿刁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我们看看，再给大家跳个舞。大家想看什么呢？阿刁，还有什么？走江南。还有呢？我们来个公屏点舞环节吧。大家有想看的舞蹈，我们都打在公屏上。你现在落到猪八戒手里了吗？佩奇，把猪八戒拿过来。来。到底是落到谁手里了？猪八戒现在是在我的手里，搞清楚。他在我的手里呢，搞清楚一下啊，搞清楚一下。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，那个我不会啊。哦，迷渡山歌吗？什么？谢谢我们志文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志文。我看一下，来一个天宫最后的旋。给你们来一个那个吧，刚刚有人讲猪八戒，我落到猪八戒的手里了，我必须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，猪八戒在我手里。来，给他来一段《敢问路在何方》送给大家，没有看过吧？好多人都没有看过，好几天没跳了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把《敢问路在何方》打在公屏上，我给大家来一段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。来了，八戒们都给我出来了。你挑着担，我
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踏平坎坷，成大道，都把艰险又出发，又出发。点点关注哟，礼物随心意。我们有条件的呢，可以支持一下小鹿。小鹿呢是一个才艺主播，来小鹿的直播间，带大家看舞蹈。然后不管小鹿跳的好与不好吧，希望每一个人看到小鹿的舞蹈呢，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。谢谢我们胡儿，谢谢。可怜我的小八戒呀，太喜欢你了。谢谢我们玉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玉哥。小鹿的笑容好美啊！作品里最后的弦，哪首歌呀？小鹿跳的舞蹈太多了，我肯定记不住的。跳的舞蹈太多了，当演员可惜啊！那哪天你当导演了，你邀请小鹿去吧。嘴破皮了没有啊？观察的太仔细了吧？容小鹿看一看。没有破皮啊，太辛苦了，休息一下。好嘞，跳得好我就喜欢中国舞，喜欢就好。我们特别喜欢小鹿的，我们可以录个团，我们方便录团的，我们可以录个团。录个团以后，我们比较活跃的粉丝宝宝们，我们可以那个进一下我们群里啊。每天看小鹿跳舞好心情啊，希望每一个人来小鹿的直播间都是这样的。可以录屏吗？当然可以录屏，我们录了屏的都可以那个叫什么，都可以发作品或者说分享到我们群里去，然后小鹿看见的话都会给大家说你评论的哟。小鹿很努力呀，只要大家喜欢小鹿的努力就是值得的，是不是？我努力打造一个打造一个属于我们怎么说呢，属于我们中国舞主播的那个叫什么说不来了，不说了。我前天录了一个啥，花心，好的，待会给大家跳花心嘛。等小鹿换了一身衣服再给大家跳花心啊。现在不跳了，现在不跳了，词穷了，没有脑子转不过来了啊。昨天还讲了，我就给忘记了。我发了三段，小鹿都没有来看，不要着急，家人们，因为。你们不知道，有100多个人艾特我，我的天哪！
一百多个人，三四百多个人艾特我，我真的等我慢慢回啊，因为都是小鹿自己回的，对吧？然后小鹿就一个人，然后平时我又要直播，然后又要编舞，又要工作，又要拍摄的，我真的是，我只要一闲下来，我就立马给大家去回复你们艾特我的了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小鹿都会回复到的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嗯，回不过来，毕竟小鹿就一个手手握，一个手手。小鹿会，你会好多啊，是的。为了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觉嘛。嗯，小鹿没有团队吗？没有团队，我就是自己，我就是那个，我就是。千年等一回这首歌有吗？千年等一回，那个叫杜晴啊，待会儿可以给大家跳。太刚太柔太到位了，小鹿也会刚的哟。就跳美人心计嘛，美人心计跳过了家人嘛。主播很忙，理解。今天居然说这么多话，嗯，主要是大家的热情，让小鹿平时那个叫什么。言语不多，今天却跟大家说了这么多，大家的魅力太强大了。来，刚刚有人说想看啥呀？再给大家来个舞蹈好不好？说太多了，说太多了。那个叫什么？我要惜字如金啊！惜字如金，每天都很热情。来，我们公屏点舞环节了，点了哪个挑哪个。点的那个挑那个，来公屏点舞环节哦。风筝舞，哎呀，这么多人风筝舞啊！好吧，那我们来一段风筝舞吧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我找一下音乐好吗？风筝舞，风筝舞，点点点，点到谁就是谁。嘿，还没找到呢。风筝舞是以前哪个电视剧里的吗？怎么感觉这首歌很火？
点祝贺前尘承诺，自爱无所红尘客，阴差阳错，阳台梦中风几里又几何，梦醒推门他仍在淹没。谢谢我们球子大海哥哥，你们完了，美貌与才华的共存，智慧与善良的共存啊。小鹿鞋子怎么了？被你看见了吗？没有看见吧，没有看见吧，哎呦好尴尬，眼神真好。这都被看见了吗？我以为大家都没有发现呢。你们都看见了吗？我的天哪，我都害羞了，我都害羞了。鞋子掉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对我的鞋子好感兴趣。欢迎我们云哥。没有啊，是因为我每天跳舞嘛，然后鞋子摩擦地面，舞鞋跳坏是很正常的啊。我已经跳坏很多双舞鞋了，是很正常的。然后这双鞋子吧，又被我给跳坏掉了。就是鞋子跳坏掉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很正常，很正常的。嘿，谢谢我们五二，感谢我们小梦，谢谢。美丽的神话，美丽的神话跳过了，家人们，谢谢我们是丫头，谢谢。我看一下，待会儿开场我给大家跳一个画心好吗？不换一双吗？目前我就喜欢穿这双，等我多买几双吧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没有给小鹿点关注的，我们一起点点关注了。然后小鹿去换个衣服，等我，等我一分两分钟吧，我快一点。等我两分钟啊，我们还想看小鹿跳舞的，我们一起点点关注了。小鹿去换个衣服了，大家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稍等我一下呀。我们没有看过的，我们待会儿再进来，然后大家要睡觉的，我们就早点睡觉了。来，给大家，我去换衣服了，去换衣服了。